Hello， 小玉。どうやるステーキ？シブです。最近的我呢，为什么出片比较慢呢？牛排です。是因为日本天皇太喜欢吃我的牛排了，所以呢，为了也让大家体验到日本天皇等级的牛排です。小玉，我跟日本外交协会特别花了10000元买下了日本皇室御用和牛。我小不拉几，竟然给我卖10000块的啦！我也太贵了吧，把改了。所以呢，今天就来试试看看，嘿，这块小不拉几要价10000块的皇室和牛，到底吃起来味道值不值得吧？反正不管好不好吃，我全部都丢到水里。これは我的心哦。OK， 那开始吧。日本天皇御用和牛啊！没有错，各位，你们现在看到这块不是日币，也不是什么硬币，也不是什么西加币，就是台币10787，它只有400G哎，真是扯到翻天了，你不觉得吗？它真的超薄，真的是薄到爆！你们看，它就这么薄，顶多大概是2公分多而已。你看这个价钱，它这个是10787嘛，但是呢，它这个真的是认证的那种和牛。这块和牛啊，是小爷我在一个很奇怪的超贵肉店，全部里面卖的各种肉啊，都是少说2000块以上的价钱的肉店买到了这块，他们里面镇店之宝10787块的和牛。哇靠！你们看这个，看起来纹路这么的 juicy。红肉还有一大堆的油脂哦，我都觉得我可以跟他做爱了。你要跟一块生肉做爱？比起生肉，那你更想跟谁做爱啊？牛排。所以呢，为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呢，小雨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大缸热水来煮它。你们想我可能吗？我靠！你到底是要拍多久啊？啊，你是很会煎牛排是不是啊？啊，你不就很会煎牛排？所以你把我找到这边就是为了煎这块牛排而已。你妈知道你得大肠癌吗？今天呢，小爱我特别找到了我们这一群中比较会料理的人来帮我们处理这一块牛排，不然你们又一直在那边靠北说每次我煮什么食物都只会丢到水里，拜托，我怎么可能？哦，太爽了吧！也太高了吧！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味道啊，已经有一种很香的味道，对不对？就是牛肉的，就是牛肉，然后很浓郁的那种味道。说真的，它这个牛好多脂肪哦，但会不会超级油啊？一定会。但会不会整个都是油然后满起来？不会啦。那你就又可以拍片了，你知道吗？小玉用过10000元和牛的油，到底吃起来怎么样？而且你也太高了吧！靠，油都已经渗出来了。Oh yeah, oh juicy.OK, let's go, come on, baby. Oh yeah.我靠，说真的看起来很像是一般的夜市牛排哦，好像有那种感觉，不觉得吗？对的，看起来煎的刚刚好，好脆哦，酥脆哦，谢。靠，感觉很像很有意思，对不对？哎，这个煎的刚刚好，哦，好美哦，这才几分爽？这个应该差不多5分了。怎么感觉我们现在很像 Fred 的引导？那我们现在放那个音乐。那我们就最大气的那种，每次用这么大一条，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么大一条牛排？你们没有吃过啦，因为我也没有吃过啦。Oh fuck it！ 等我一下，你现在小宇宙爆炸吗？这就是好吃的牛排啊，真的好吃，真的好吃。你们有没有吃过鸡肉？鸡肉不是很嫩，它是用牛排版的鸡肉，什么东西？就是很分离，那个里面汁啊是直接炸在里面的。这其实对于你来说，你所能理解好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吗？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话，我现在在跟牛肉做一场结婚典礼。那个牛排吗？哦，离婚了。Oh shit！ 啊，好好吃！哇，超赞，这超好吃，超级甜的，来你吃，自己煮的自己吃。Oh shit！ 来哥，你知道吃起来就……我跟你们讲，今天呢、啊，反正都已经买了10000块的牛肉嘛，但我今天还特别准备了一个东西，完全纯金的和风金箔啦。你知道这一个金箔多少吗？对啊，一小片嘛，1690。有事吗？那讲牛肉贴金好不好？哇，真的金！我把它放上去。你现在是镀金的牛排。我靠！你看讲这样子就变成快20000块牛排了。我先吃这个金啊。哦，没味道，没味道。哇，你要喂它哦，好感人哦，这个画面。哦。哦，虽然金箔是吃不出来，但是好吃哎，还是很好吃。那个肉汁真的是全部扎在里面，超爽。好好好，我有一句话要说啊，好吃哎，你就会喷到我吗？白肉就是要配白酒，红肉就是要配红酒。你这不是红肉吗？就是品酒大师啦，哇，谢。哦哦天哪，哦毫不搭的，还是不要装逼好了。这肉棒好干，我的血香。你为什么讲话要一直加英文呢？今天吃了一个 steak， 感觉非常 delicious， 所以吃起来就很 fantastic。哦，你一直吃一直吃，我就帮你一直拍一直拍。哦耶，哦哦哦！哎各位。
对，以上就是10000元的牛排到底好不好吃，能不好吃吗？好好吃哦。可是说真的，我们才吃了很一下，真的才吃了大概2-3分钟啊，三个人根本不够吃，就剩这样子。我其实原本没有对他抱很大的期待，我是抱持着我一定是要来吐槽他的那种心态，然后没想到那么好吃，就会让人印象深刻的那种。为什么一直喝啊？我酒鬼啊。那时候看到他，我就说哇，这个太油了吧，应该会超级恶心，咬下去跟牛肉做的海绵一样，肉汁一直喷出来，怎么咬都一直很像海绵，然后一直喷汁，一直喷汁的程度。所以呢，小爱我觉得啊，应该最好吃的牛肉就大概是取决于它的肉汁的程度，因为我一般吃的牛排说真的很少水，对，虽然说有些很嫩，孙东宝是很嫩，可是就吃起来就觉得就哪里怪怪，你也不会说到特别好吃，下次就不会想再吃。可是这个我觉得是下次他会想要再吃，我会想要立马等下就再去买。对啊，如果立马先不要，这价钱真的太贵了。所以呢，小爱我真的推荐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一生一次，一年一次也很好，体验一下这个味道，这个顶级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真是不能比，真的等级差太多了。所以呢，小爱我真的最后的结尾，下辈子来生我一定要当日本皇室成员，就这么渺小愿望，实现一下不行吗？耶稣。OK， 我的小爱，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在左下角订阅小姐喜欢，选这边也分享，随时那也高 VIP 就在这里赞。那我们现在可以去买了吗？先不要哈，谢谢。我喝。OK， 我的小爱，我们下见，拜拜。来，有来吃吃看，也有你来吃吃看一个 fucking shit 一个好吃的 steak， 哎、欸，吃一下，拜托啊，我刚刚拜托你啊，因为刚才有点放就有，可是很多水，超级炸，炸的是噔噔，不是，是那个另外一个炸，大妹，那你可以说一个经典名言，我喜欢小孩子的小哭哭，你认真讲话就不好笑了。